这条路有多少转弯，我迟早不会走，永远都不会不耐烦，绝对不会叫了错的答案。就像是学会跌倒之后才会奔跑，像是发生灾难之前才会学会祈祷。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开始把你忘掉，像是一个不能说服我的隐形镣铐。哪个安全身上就像艾瑞曼战役，超人被我打到我的台上炸药，从未无路可行。化学兽的教室里，你敢跟我拼命做？赶紧把成员有都不敢跟我。